我有时间能摆摆的，你摆那干嘛呢？又不值钱。Later， 上午还瓢盆大雨，看现在的天气，真的是天也帮助我们。还有多少考场假了？还有一箱敬一天，明一天清清快快，可差不多就完了。那我明天还得摆一天。那您还剩的香肠不搞完怎么办呢？好吧，我要不带小孩，我咱今天晚上努力看能不能给他带完。鸡蛋肉汉堡、脆皮烤肠，好吃的不得了。看一下啊，手纯手工制作，好料的十个汉堡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粉丝宝宝说了做到，他说要几个就是几个，几个不少，现场给你烤啊！粉丝直接来包了啊，十个汉堡、啊。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没有了，粉丝走了。今天的都没有了啊，还剩几个也被他们包场了。7:20，完美收摊。昨天摆了一次摊，然后我妈跟我说还有一些烤肠，今天能卖完。烤肠接下来没有时间摆了，马上头疗班要开始了，会很忙。忙了忙了就不摆了。那个烤肠几只，我想给他转掉。那能卖几个钱？肯定卖不了多少钱，但是我想着跟着很晃的，他别晃坏了。而且你看假的地方也没地方放，我二手剪的也530块钱剪的了，然后我又做的广告，就卖600块钱，就可能600块钱，这机都用了600块钱。不是讲给人卖多少钱，我是怕他跟着我割坏了。他那不会坏的，他那是不锈钢，那不要卖。等那个要是过年你剪的房子装好了，配平要带走了，上幼儿园了，我有时间能摆摆的。你卖了干嘛呢？又不值钱。大吉的方转好，他走了，你不就可以休息休息，先一先了吗？你还想着去摆摊了，也不嫌累。反正搁家做着呗，不用。你是怎么先不做？我本来是打算呢，如果有附近的谁想买，给他带在家带孩子没事，也想做个小生意的话，我就二手转了。汉堡我可以找，怎么卖我也可以找。甚至我有粉丝啥的，我还可以让他去买，就等于是把我这个摊子给接下来。因为毕竟怎么讲呢，摆摊虽然讲时间不长，但是呢也有很多老客户在这，还有很多粉丝比较喜欢吃这个汉堡，想把这个手艺给传下去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这个摊子弄得不可得意吗？他广告啥做得好好的，这几只天天搞得也天天干干净净的。哎，这叫生意，生意做着，哎呀，这都摸着头绪了，也会做了，随随便便一个月挣4000-5000块钱，都比他们搞卫生强吧？他们搞小区搞卫生一个月不才2000块钱左右吗？这不是零头，这随随便便我一个月可以挣，我不讲挣我3000块钱总挣吧，随随便便挣，一个小时，一下午。你多担心。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摆摊了，之前呢也摆摆停停摆摆停停，因为公司忙的时候我就去公司了，家里的烤肠还没有卖完，所以抽空的时候就摆。今天把所有的烤肠都卖完了，而且我们7月底头疗吧就正式开始了，所以头疗吧一忙起来，我肯定要专心的去把头疗吧这一块给做好。如果合肥同城的想要去接我这个摊子的，可以来找我，当然我也会去挑的，不是说谁都能去接，因为我很重视这一块的汉堡怎么去做呀，怎么做生意呀，烤肠怎么做，从头到尾我都会去教，不但接摊子还接了我这个生意。